天津23年的糕点老店，传统月饼一斤4块，个大，现场试做真不错。麻饼、白果、五仁月饼熬味道，改良枣泥月饼松软适合老人，大月饼3斤一个，厉害。趣味之旅，我的家乡天津，今天咱一家糕点店加上月饼啊，出发。你再给我拿一块。那个妈姐，能给我拿吗？这条。那个白果、麻饼、五仁、改良枣泥，一样共来3块。要传统的啊，有巧克力的吗？有。巧克力和椰蓉一样来3块。这个不装盒。那还装盒？对，装盒那个我给朋友。装几盒？我就装一丁盒就行。好嘞。那大月饼今年有吗？有，1斤、2斤、3斤的。这件装点吧，我给您垫排干净。行。传统的和这个奶皮的改良的都装点是吗？对，一样装点。这椒盐五仁挺好的，是吧？椒盐五仁素。我在吃你们家枣泥的那个奶皮儿。对，我们家改良奶皮的、巧克力的这几个卖的都特别好。其实椰蓉的也挺好吃的。也行，但是哎，我爱吃椰蓉的，多可爱，是吧？椰蓉的不用啊。哦，你那传统的个大了。大部分都4块1斤。要不然你攒着再给我们加3块自来红吧。可以，我丈母娘爱吃。行，你给我算算。来一个大的，是吧？2斤的还是3斤的？3斤的吧。有面子，对吧？这个3斤的好看。对，咱3斤这一多少钱？3斤的带着盒145。145，一共是524。这个装一起还是单放？要不然你装一个吧，省事儿。哎，多少钱？500多行。524。到账，520自由。给完了啊！好嘞，走吧，慢点点，再见。哎，到家了。这是给朋友的，两盒小的，这给长辈的，大个的3斤那大月饼。哎，我们家7口的，给大家看看。奶皮椰蓉，奶皮枣泥，奶皮巧克力，自来红，改良枣泥，传统的香油白果，香油五仁，麻饼，香油白果，哎。他们家的个儿还是真不小。对了，他们家这传统的是1斤4个，个儿大。咱给大伙儿看看啊，我爱吃的枣泥儿。奶皮枣泥儿，它这皮儿是奶奶和的馅儿，松软，适合老人，而且它这个枣泥馅儿不是特别甜。咱咬过，咱都放个兜里，对吧？对，这没咬的，我一会儿大伙儿一块吃。这是我咬过，一会儿我吃。椰蓉，它的馅儿，满满的椰蓉。这椰蓉好吃极了，我喜欢吃椰蓉。椰蓉的香味还有一点芝麻味，配合它这个奶皮的香味，奶香味道非常棒。我都给大伙展示一下，这咬的，这咬过的，这是巧克力的，哇，巧克力馅，尝尝，它有巧克力的香气。我最爱吃巧克力，你尝尝，巧克力味挺浓的，就是月饼那种感觉。对，不是太甜，因为它是跟奶香融合。这个香油白果啊，跟这个麻饼啊，这馅儿差不多，一个是两边带芝麻的啊。这我展示一个就完了多好看！这就是那种老月饼的味道，那老人喜欢的哈。让我咬一口，确实，多可爱，还咬一口。自来红老难吃，我3口都给他。他那个五仁的大个月饼更甜，更大个。人，看这人，五仁嘛，对，各种人嘛，馅足嘛，传统味道嘛，还不是太甜，不是，还真不是特别甜。我妈说就想吃点软乎的，改良的枣泥，这软乎，枣泥馅，但是它这个皮儿啊是那种软的，这就一会儿给我妈送去。这是大月饼，这个特别的大，这掉出来。特别的大哇，3斤半，哇，行吗？你说能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比比啊，哎，这行，会个脸比一下知道，脸小，今天视频就到这了啊，再见，拜拜。